我要来翻唱别的语言。下首歌想来唱一首客语啊，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，叫做黄伟杰。他的一首歌叫做《已经安亚嘞》，然后，这首歌其实是在写给家人的。他就在讲说，昨天看到的时候好像还这些长辈啊还很有力气，怎么今天看到了就是头发怎么好像渐渐白了，然后力气渐渐丧失了。然后这首歌最后一直在讲说，明天呢，明天会怎么样？就天公地。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。然后如果大家没有听过黄伟杰的话，可以听听看他的客语的专辑，都是用客语写，然后就是自己的歌这样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棒。然后入围过金曲奖跟金鹰奖。
亲爱的你已经安夜了，两地天空之微亮的爱，亲爱的你已经安夜了，两地天空之微亮的爱，亲爱的你已经安夜了，希望天公之微亮的那一天，谢谢。